所以他说在这些范围之下，求 2S 减 Y 是最大值。麻烦你画图好不好？画图时麻烦你先画一个直角坐标轴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行，我们先看这条直线好了。 A 是零 ，Y 是几？Y 是零 ，AK 是也是几？两个点连起来是一条什么线？直线。这条直线是 A 加 Y 等于几？小于在这条直线的左手边。写到这边的时候，注意听，题目又要说 S 大于零。S 等于零是什么轴 ？Y 轴。大于零在右手边，所以说图形是在这一块了。在 Y 要大于等于一，Y 等于是这条直线，大于要在上面。所以说题目围成图形很好笑，是这块什么形？三角形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求 2S 减 Y 最大值，把这个点坐标01，这个点坐标02，这个点坐标呢 ？Y 用一代是几？11。所以说麻烦你求多少？求 2S 减 Y 最大值怎么算？麻烦 please 安装，把这三个点坐标带进去，把01，把11，把02带进去，零减一负一，二减一一，零减二负二。题目说什么？求最大值，可见最大值是几？一。OK。